其實無論是一開頭傾設計啦，定係之後教授啦，設計師都係非常之有交代嘅。中間無論是設計的改變啦，定係進度上啦，設計師都會同我哋有溝通。咁本身都擔心喺疫情下會唔會影響交收嘅進度咧，其實都冇嘅，最尾係可以好順利喺時間之內完成到交到樓嘅。其實上次裝修都是十幾年前了，咁所以今次我哋揀嘅色系咧，會係木色系同埋大地色系去作為呢間屋嘅主色調啦。今次呢個單位上一次都是找 DIC 做裝修，户主經常要在屋企做嘢，所以今次翻身就想打造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可以俾佢盡情享受工作。住咗十幾年嘅單位變得又舒服又温馨，咁究竟係有啲咩令佢哋可以相隔十幾年都繼續揾翻同一間裝修公司？係因為質量定係服務呢？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信任，因為第一次的經驗都俾到我哋對 DIC 很有信心啦。無論是佢哋嘅設計啦，定係佢哋用料嘅質素啦，就算用咗好多年都係好 OK 嘅，同埋佢哋嘅服務都好好啦。無論是上次嘅設計師啦，定係今次嘅設計師，都會同我哋有好好嘅溝通，同埋都好細心咁聽我哋嘅要求，所以今次做出嚟嘅效果我哋都好滿意嘅。OK， 我哋即刻嚟睇一睇呢個令户主咁滿意嘅設計。大地色系果然非常之舒服啊，望落又大方得體。就是呢個倒頂櫃啦，依家設計師咧喺飯廳呢度加咗個倒頂櫃咧，增加儲物量，咁擺幾多嘢都得喎。記得有一次我一起上嚟單位看看，看到師傅都很好，全程都是戴口罩，而且他們就算在做事整頭都是塵，看到我們上嚟都會招呼我們，所以我們都很滿意今次整個服務和設計。設計師用上同儲物櫃同款的木色做暗門維新，令到整個客飯廳設計完全連貫，一氣呵成，而維新又連接住電視背牆的陳架，有多些位置可以給戶主擺放了。主人房呢度咧，户主佢哋都非常之滿意噶。而呢邊咧就有個打通咗嘅書房空間。咁咧，設計師將書房同衣帽間二合為一，成為咗女户主一個小天地。而且咧，設計師用咗一個白木色啦，感覺非常之清雅高貴，仲加入咗少少粉紅色做點綴，令到個設計咧冇咁單調嘅。而隔離咧就係男户主嘅書房啦。另一間書房雖然都是以淺色傢俬為主，但是設計師用上了鮮橙色的油漆提色，在這裡做事都格外提神，而且收納的位置超級多，周圍都可以拉開揭起的。其實無論是一開頭傾設計啦，定係之後教授啦，設計師都係非常之有交代嘅。中間無論是設計嘅改變啦，定係進度上啦，設計師都會同我哋有溝通。咁本身都擔心喺疫情下會唔會影響交收嘅進度咧，其實都冇嘅，最尾係可以好順利喺時間之內完成到交到樓嘅。今次單位有主廁同埋客廁，客廁跟翻客飯廳嘅大地色系設計，設計師做咗個砌磚浴缸配深色雲石。主廁就以白雲石做主調，形成對比，而且設計師仲喺廁櫃度加咗户主最中意嘅粉紅色添。裝修之後，我哋覺得成個感覺色調都好舒服嘅，啲傢俬又好好用啦。咁所以以後有咩需要，我哋都會揾翻設計情報中心，就好似而家過咗十幾年之後，我哋都會揾翻你哋咁樣咯。
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浏览 DIC 的网站。网站上面除了有千个真实客户满意个案，同埋近2000个有价目的参考个案不断持续更新之外，还有大量真实设计同埋 3D 效果图。而每个个案在网页底部都有单位价目参考。DIC 的每项工程步骤都必须严格遵循三大国际 ISO 指引，当中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设计情报中心是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进至工程有限公司，持牌进行相关的装修和小型工程。而且 DIC 还推出了自家会员计划 D-Points，提供一个全新优惠平台给客人使用，只要登记成为会员，无论日后是自己装修定是推荐亲友选用 DIC， 都可以轻松赚取 D-Points 积分。凡是 DIC 的旧客户成功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号码，在装修完成后，推荐人最高更可获得双倍 D-Points 积分。就算推荐人未曾惠顾 DIC，只要成功登记成为 D-Points 会员，而且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编号，在装修完成之后，推荐人都可以获得 D-Points 积分。客人可以透过 D-Points 里面的积分换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服务。现在就即刻成为我们 D-Points 会员，一起赚取无限奖赏。想知道我们的工程限额满了没？那就要看看设计情报中心的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了。设计情报中心拥有自家设计师和装修团队，并不是平台式经营，务求以准时和高质素的服务令客人对我们有更大的信心。设计情报中心为客户着紧每一个步骤，确保工程质量，每一个部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从我们的公司管理文化，以及严格按照国际标准 ISO 的指引。由于设计需时，为了确保工程的质素不受影响，所以设计情报中心不会揽接工程，因此设有接单量的上限。每一位来到门市和设计师会面的客人，都可以由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当中看到工程的统计图表和分布地图。客户可以了解到设计情报中心现在有多少单负责的工程，所有的资料都是实时更新，显示现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只要一达到工程上限，设计情报中心就不会再接受新的工程，确保我们的团队能够以最高的水准去做好每一单工作。正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高水准的管理，以及坚拒揽接工程的服务精神，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众多客户喜爱的室内设计和装修一条龙服务公司。设计情报中心引入了最新技术 In-Ray Machine， 融合了 AR 和 VR 的科技，轻松地令大家可以更换室内环境里面的装修素材和颜色，不需要等收楼，设计师亦都不需要再上单位度尺，更加不需要再花长时间去等设计图。来到 DIC 和设计师初次会面，不用落订，不用等收楼，不用上单位度尺，只要透过 In-Ray Machine， 单位间隔和家私的摆位都一目了然，还大大减低了沟通上面的误会。 In-Ray Machine 引入 3D VR 技术引擎，配合 AI 智能设计系统，有多种风格和装修物料以供选择，无论是墙纸、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键转换，即时感受多种设计风格，就算有选择困难都没有怕了。而且可以360度无死角视察单位间隔，调整视线的距离，就好像亲临其境一样漫游单位，有一种更真实的视觉体验。
如果想看到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俬設計，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 單位設計，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傾下啦。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快啲嚟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啦！